陈哥，我下来。 Thank you.
在成都医院啊，我好清楚。我记得他是河南的。哦，对对对。叫上面给我量一下吧，帮你拍照。一个人能卖我们自己的？一年内的。今年11月30日。咱们就当吃用吧。那我真的刚好过来看到你们。但是两次过年不会出去啊。好，别。
Thank you.
我们到了回去。这不是避免你们是你妈把皮包上去。
Thank you.